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古怪的黑猫，它没得朋友，也没得家，更没得人想要做的事情。直到有一天，它遇见一个稻草人。稻草人请求黑猫用火焰将它点燃，这样稻草人就能去天空看望他飞翔的朋友。黑猫受到了启示，于是他问稻草人，这世界最珍贵的东西到底是哪样。稻草人没直接回答他，而是告诉他曾经有三个怪人拥有过最珍贵的东西。黑猫穿上了稻草人的衣服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黑猫找到的第一个怪人是孤儿院的机器人，它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珍贵的糖果苦丁糖，每个离开这里的孩子都会得到一颗苦丁糖，尝到它甜蜜酸楚与苦涩的滋味。但是机器人没电了，因为猫天生对于甜味并不敏感，它只是从苦丁糖中尝到了酸楚与苦涩，于是离开了这里。黑猫找到的第二个怪人是一个健忘的人，他每天都会吃一种叫做肠忘面的面条，这种食物能让他忘记失去爱人的痛苦。我最珍贵的东西是一封信，但是我已经忘记它的内容。我只记得写信的人是个火车司机。
黑猫将一只眼睛作为玻璃灯送给了剑王的人，因为猫的眼睛可以抚慰灵魂。有一个声音将被遗忘的信读了出来，除了太阳高度，今晚的写作还取决于天气状况、污染、悬浮颗粒物。孩子们睡得很好，孩子们还在密度栏里游玩，以后我会教他们算数。一朵花加上一朵花等于一朵喇叭花，一只甲壳虫减去一只甲壳虫等于一条毛毛虫。我写信的时候心脏是热的，和想你的时候一样，所以我想人类的爱肯定保存在太阳的核心之中，用来维持着太阳系。黑猫觉得信的内容不是他想要的东西，而只是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。黑猫找到的第三个怪人是魔鬼，想要从魔鬼手中得到珍贵的东西，就要以自己灵魂的音符来交换。魔鬼以前是一个喜剧魔术师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魔术表演，而是想要获得真正的魔法。于是他离开了家庭，来到魔鬼屋，终于获得了真正的魔法，却再也感受不到快乐。魔鬼告诉黑猫，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黑色的帽子都会把他的灵魂带走。天小上温水汤为了当下。黑猫用完所有的音符，却被魔鬼耍赖皮，只得到了一团肮脏丑陋的泥巴。他很失落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小女孩的生日，为了不被她认出来，她才装扮成了怪人的样子，想要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他。但是这次他觉得自己彻底的失败了。曾经小女孩从野外带回来了这只小黑猫，他们成为了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直到有一天，
小黑猫把一些动物放在小女孩的床上，有受伤的鸟，死去的老鼠，还有冰冷的蛇。小女孩被吓到，她觉得这是一只邪恶的猫，慢慢的也就不再喜欢她了。黑猫感觉到小女孩对她的厌恶，最后离开了。请问是你找我吗？有一个朋友给你带了礼物，在帽子里面。